乾卦至阳，坤卦至阴，是易经六十四卦中最特殊的一对卦。正如孔子所说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因此乾坤两卦也被称作易之门。其中不仅包含了天地运行之道，还包括国家之道、男女之道。那么易经中的乾坤两卦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其中对于男女之道又有着怎样的诠释？乾坤之道对于现代男女的行为方式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。请继续关注你乾坤之道。易经的道理告诉我们，天地的造化，它独阴独阳，它是不称气候的，它是没有作用的，所以叫做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有一种交易。所以我们讲易经多半在讲变易，多半在讲不易，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叫交易。交易就是相错。你看乾卦存阳，坤卦存阴，阴阳一交错就产生六十二个卦，任何一爻交错它就生成另外一个新的卦来。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乾坤叫做易之门。你把乾坤两个卦搞懂了，你就很容易进去，否则的话你把每个卦都当作单独一个卦来看，很难看出它全体的联系的脉络关系，很难。那这样一来啊，你就只能看到一点，你就没有办法很周到的面面都能够看到它可能产生的状况。易经的六十四个卦，每一个卦都有错卦，所以就变成三十二对错卦。我们这张表只是先让各位看一看，你看乾跟坤它是相错的，构卦跟复卦是相错的，艮卦跟临卦它也是相错的。我们最熟悉的匹卦、太卦，正好是你是阴，我是阳，你是阳，我是阴。所以我们最起码要一对一对的来看卦，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研讨。我们先让各位看一看，有个大致的印象。你一定要等到六十四卦的道理都初步了解以后，你就很容易了，看到一个卦你马上可以生出好几个卦来，再生下去你就会发现四个字叫做妙不可言。你把乾卦跟坤卦合在一起想，你会发现两个卦几乎是一样的，看起来不相同，但是它是分不开的嘛。你看初爻跟第二爻它都是地道，乾卦告诉你你要潜龙勿用，坤卦告诉你离霜兼宾至，都是告诉你不管你是阳也好你是阴也好，你的地位很低，你的发言没有人听的啦。人为言轻的时候你多话干什么？你还不如多用耳朵吸收一点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。
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乾卦最好是来代表男性，坤卦最好代表女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男有女，人类才会天长地久，才会生生不息。全部都是男的，完了，这一代人过去就没了；全部都是女的，也完了。他有男有女，然后不交易，也完了。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：只要全世界的女性，她们共同发起一个活动，叫做不生小孩，人类就灭绝了。啊，就算老天给我们很好的环境，就算大家过得很愉快，整天嘻嘻哈哈，只要女性决心从此不生小孩，人类就灭绝了，太容易了。所以女性的天职是什么？就是生小孩。那女性要生小孩，你没有男的生得出来吗？生不出来吗？这样各位就知道，你光有男的再生气，也是一段时间就没有了。你光是女的，你再想生，你也生不出来。乾卦和坤卦互为错卦，完全相反，却又互相分不开。按照易经的道理，就是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但是，由于阳代表天，也代表男人；阴代表地，也代表女人，那么中国传统社会曾经有的男尊女卑思想，是不是来源于此呢？我们听到天尊地卑，就会想到啊，天原来是尊贵的，地是卑贱的，这种人就叫做读死书。你把你家那块卑贱的地送给我，你舍不舍得？地是很尊贵的，寸土寸金呢，怎么是卑贱的？我们读到孔子的书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就把它解释成爸爸要有爸爸的样子，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，君呢好像要很威严，而臣呢要很服帖，这样对吗？其实也不太对的。孔子讲君君臣臣，他是说为君的要尽到为君的责任，为臣的要坚守为臣的岗位，叫做各守其分，各尽其责。所以孔子在《礼运大通篇》他讲得很清楚：男有分，女有归。一个社会要和谐，人群要幸福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你看他对男跟女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。什么叫男有分？就是男人要尽家长的责任。现在为什么家庭搞不好？为什么夫妇要离婚？就是你连家长这个一毛钱都没有，那个虚名都舍不得给他，他没有份嘛。当一个女人把所有家里的事情统统做完了，这个男人就没有份了。你看，儿子是你生的，家里面是你整理的，东西是你摆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剪刀在哪里也要问，我没有一件事情知道的，那我还有份吗？我跟你家还有份吗？没有份嘛。所以为什么爸爸连晚餐都不回来？就是因为他回家感觉没有份嘛，没有我的份嘛。所以女人太能干，最后你是逼走丈夫。我就看到一个妻子爬得高高的在换电灯泡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换电灯泡？”
说这种小事情我会做吗？我心里想，谁不会做？你有做，你去做了，那你就告诉你先生回来没有事干，这个家没有你的份，那他就把这个家庭当旅馆了。我是太太的话，谁不会换电灯泡？我就是不装，你去装，因为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你要尽一份责任了。哎，他就留下来了。他觉得我除了上班有用以外，我回家还有点用处，他就有份了。这个份的含义非常多啊。男人为什么要结婚？说很难听的话，就是想当家长。你什么长都当不上，你最起码当个家长嘛。易经告诉我们，男人要走乾道，女人要走坤道，只有各尽其责，家庭才能和谐。那么依循乾坤之道，男人如何才能做到有份？女人怎样才能做到有归呢？我是个男人，我要去体会什么叫乾道。我是个女人，我要去体会什么叫坤道。什么叫乾道？就是男人应该尽的责任叫乾道。什么叫坤道？就是女人应该尽的责任，就叫坤道了。男人从小就要教他，你将来是要养家活口的，你不要这样嘻嘻哈哈过日子，就对了。所以男人跟女人的训练的教育本来就从小就要分开，教材就应该不一样，现在学的都一样。女人要教她怎么样子烹调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好的厨师都是男的，这就叫一阴一阳之味道。天底下会烹调的人女性居多，但是真正好的是男性。女人最会缝衣服、做衣服，但是最好的裁缝师他还是个男的。那就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是男生，我们就告诉你，你学学裁缝试试看，你弄弄针看看，你很有兴趣你继续学，你没有兴趣你就到此为止，会自己缝扣子就好了。那女生不一样，女生你说我不喜欢，不喜欢也不行，你多少给我搞个蛋炒饭吧。你们要引起她兴趣，要让她有一般的家庭家常菜，她会料理，你这样就对了。那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又在重男轻女的？我觉得不是这样。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男女平等这句话，因为那本来就笑话了。各位你去看自然，什么跟什么平等呢？猫跟狗平等吗？好像不见得。同样是猫平等吗？那只猫人家抱得温暖得很，那只猫在那可怜兮兮的。草跟草平等吗？到处都是牛羊的地方，那个草可怜兮兮的。那个有钱人他家里面的草啊，其实也可怜兮兮的。为什么？你稍微长一点，他就把你剃光头；早一点就剃光头。只不过还是不平等嘛。一个最起码被牛羊吃，他有贡献呢；一个被人家用机器割掉，他痛苦不堪呢，毫无贡献，只是满足人类那种很无聊的虚荣心而已了。草生长的时候才有生机，你去砍它的时候，那股气是怨气啊，它就冒出来了，全家人都倒霉。科学家为什么不研究这个东西？我们应该要了解，天为什么要生男的，为什么要生女的？是让它有不同的功能，有不同的贡献，要负不同的责任。这样就对了。那男人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不要用男人的，用男性比较广一点。
男性他的责任就是用酒。用酒是什么？用酒就是献群龙无首鸡。群龙无首就是说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在不同的场合，你在不同的时代，你处于不同的地位，你应该有不同的表现。你看男人啊，他在社会上，他第一个要觉悟说，我是个男人，他也是个男人，但是我的地位就是跟他不一样，这样才叫做认份，才叫做熟份，才叫做本分。但是我价值不会比他低，我只要把我本分工作做好，我就有价值，而不是说领多少钱的问题，不是，他领很多钱，可是他都没有去养家，他在外面乱花，这种很卑鄙。我赚的钱很少，可是我不乱花，我一分一厘都奉献给家庭，我比他伟大，这才叫分。大丈夫人去人伸，一个男人完全没有弹性，你就没有男人的责任。为了家庭，你该忍耐的一定要忍耐。老实讲，一个男人最伟大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五指并拢，手心向下，拍着说：“我不干了。”男子汉大丈夫，但是不负责任，因为家里面要等你养家活口，你不能说回去说我不干，我受不了了，换你去赚钱，我来看小孩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那谁叫你天生要做男人呢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两个人结婚是结婚，你赚的钱你管，我赚的钱我管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，那你当然就没有资格当家长了。你说资格当家长，各谋生活，只是有同居的样子，完全没有夫妇的情分，那分不见了。现代社会常以一个男人的职业收入来断定他是否成功，是否重要。然而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男人，他的价值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易经中的乾坤之道又透视着怎样的价值观呢？学校里面是校长重要还是工友重要？那个扫地的工友重要还是在主持一校教务的校长重要？我讲个故事吧。有一个学校附近的山上有一匹狼，有一天那个狼一下来呀，把警卫把守大门守校门的警卫给叼走了，不到一个小时全校都知道了，不好了，校警被狼叼走了。过了几个礼拜，那只狼啊，把学校的教务主任叼走了。一个礼拜以后，大家才知道啊，原来教务主任是被狼叼走的。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，那个狼下来把校长给叼走了。整整一个月，大家还不知道校长被狼叼走，以为他去开会、出公差，或者生病不来，哪个重要？学校一个月没有校长，照样进行。学校只要一天没有校工，他的垃圾就堆积如山，他的味道就不可忍受，你就无法上课。校长您的工资高，但是有时候他是最没有用的。校工您的工资最低啊，但是学生要环境好的话，他变成最重要的。最起码有人锁门，有人开门。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做献群龙无首鸡。
你处于什么地位，你只要把你本分工作做好，你就是最有价值的。人天生有差异，这是老天给的。我体力很好，我就是脑一力不行。那你找医生开刀换脑也没用啊。我很能想事情，但是体力不行。十几岁就像老人家一样了，那你很会想有什么用？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陷嘛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。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去分析啊，一个人的优点就是他的弱点，一个人弱点正好是他的优点，这又是易经的道理，合起来看而不是分开来看。现在人都分开来看，他的优点是什么什么，他的缺点是什么什么，没有这回事的。优点就是缺点，缺点就优点。我有个朋友当总经理当了大概十几年，他有一天就找他的经理来说，李经理啊，我们相处十几年了，你倒说说看我有什么优点。他说你优点太多，少来一个就好。他说如果要讲一个优点的话，那就是你很认真。那个总经理说，这还用说，现在不认真活不了啊，你这个优点我接受。那有什么缺点呢？他说你没有缺点，不要这样子，一定有，讲一个就好。真的，我讲一个，讲一个。你太认真了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认真一方面是优点，一方面根本就是缺点。你不该认真的时候你也认真，那就是苛刻，就是刻薄，就是刁难人家，就是故意给人家难堪。正如易经所说，乾坤之道就是要各尽其责。乾卦说出了男人的份，坤卦说的则是女人的行为方式。这些标准对于现代女性来说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那么易经中所说的女性的坤道究竟是什么？如何才能做一个重坤道的现代女性呢？女性用六三个字，利永贞，就是你要不要这个男人？你要不要？你要的话，你就打算一生一世都跟着他，所以你必须要慎重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反正合得来就合，合不来就算了。这什么道理？就是大家重视第一印象，重视看得顺眼，用最时髦的话叫做来电。男的女的一来电，很快不是电死男的，就是电死女的，就离婚了。结婚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家伙这么穷凶恶极。那请问你结婚前你的眼睛长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这个女的打算一辈子嫁好几个丈夫才可以这样随便。如果利永贞，我一辈子只嫁一个丈夫，那我就很慎重，看了又看，挑了又挑，你就不能够随便跟任何一个男的发生性关系。可是我在大学里教书，那是最实际的。那个女同学跟我讲，老师啊，我的男朋友跟我讲，我一定要跟他好，我如果不跟他好的话，那他就要爱别人了。那我又很喜欢这个男孩子，我是要应该要答应他呢，还是拒绝他？我说你当然要拒绝他。他那怎么拒绝啊？一拒他跑掉了。我说你拒绝他，他不会跑掉，才是你真正的丈夫。但是你要会讲话，我连怎么讲我都告诉他。当一个男朋友向你说你要跟我好，不然的话就表示你不爱我，你可以告诉他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。因为外国人用英文讲叫做 wonder， 他是很好奇，只有中国的男人
用英文讲叫做 concern， 我们很关怀，我们很关心。你问你的男朋友，你是对我好奇，还是对我关怀？你如果对我好奇，我告诉你，所有女的都一样，没有什么好好奇的。你如果对我关怀，你就要等到结婚那一天，你才可以动这个脑筋，否则免谈。今天女孩子不会讲这种话，因为你讲这种话才赢得男朋友对你的尊敬。女孩子在婚前一定要相当的矜持，不能随便。你一随便，所有人都怕你，因为他知道你对我随便，也对别人随便了。厚德载物。所以同样是地，都是厚德载物，但是为什么说这是风水宝地？什么叫风水宝地？同样是女孩子，你是块地，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种东西的。你这样就对了吗？太清楚了。男生要自强不息，女生要利永贞。我这辈子只打算结婚一次，我一定要跟可靠的男人，可以长相厮守的人。你看我们这个年龄以前结婚了，那一天够你受的，从头到尾。我平常都有饭吃，就是结婚那天没有饭吃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都在张罗客人，他还管你是谁？后来我结婚了以后，我就跟我爸爸讲说，那一天样样都好，就是我饿得要命。我爸爸说那是故意饿你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才知道，结婚这么辛苦，一辈子一次就够了，不要想下一次。乾坤既是阴阳，也是易经之根本，它不仅包含了天地运行之道，也包括君子之道、国家之道、男女之道。总之，处在不同的位置，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阴阳相生，生生不息。那么，在乾坤之后，《易经》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乾是男，坤是女。乾坤有没有共同的责任？有，一个共同的责任，就是要龙战于野，砍龙于回，然后生下子女。然后讲没有子女的家就不叫家的，是不是叫家的？那什么叫家？其实西方人也是对这一点很坚持的。你没有生小孩，没有资格叫 family， 没有资格，就是 couple， 你们一对，就叫一对而已。啊，一对夫妇，因为你没生小孩嘛。没有成果吗？开始有的小孩才叫家，因为那才有家的温暖，才有家的希望。但是生男育女只是家庭的开始。我们读了乾坤两卦以后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父母出现了，家庭组织了，下面就开始有一连串的历程。所以《易经》在乾坤两卦之后，它就出现尊卦，出现蒙卦，然后虚卦、宋卦。什么叫做尊？尊就是要生小孩那种辛苦，叫做尊。尊卦告诉我们要怀胎很难，要胎教，要好好的照顾他，一定要生出来很平安很顺利才算尊卦的完成。可是小孩一生出来，问题又来了，他懵里懵懂呢，他天真无邪，你忍心看他长大还这个样子吗？小孩子天真无邪是很可爱，长到七八岁十几岁还天真无邪，那很快就被人家骗走了，而且人家当笑话嘛，是不是白痴啊？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要启蒙，要教育他。你生容易啊，教难啊，教更难。
但是易经真的是很高明，他说你教啊，你要好好教啊，因为他一懂事以后他就产生需要。你看小孩懵里懵懂，他还不需要你给他什么他都好，他有了知识以后他会选择这个玩具不好玩，那个才玩，隔壁那个最好玩，我们家都不好玩，你玩，那是你教出来的。人类没有知识，他还比较容易做好人，比较容易守分。有了知识就开始贪得无厌，就开始好奇，开始啊到外面啊找东找西，该要也要，不该要也不要，他就产生那种很奇奇怪怪的需要。需要是不能满足的，因为资源是有限的，机会是有限的。你面对的是一个资源有限、机会有限的，你需要又不断的增加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开始争抢啊，争到最后就对簿公堂，就叫讼卦。人类不出生，总希望他赶快呀、早日出生呢、一出生，问题接二连三的来。你能避免吗？我问你，你能避免吗？通通不生，人类灭绝；要生，就要面对所有的困难，这才叫人生。人生是来历练的，人生是来完成责任的。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胸有成竹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易经的道理悟透了，放在心上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就不用怕了嘛。不用怕以后你就得到好处的，有各种不同的起起伏伏，我一关一关的顺利过关，那就是关公了嘛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哪个人不是过五关斩六将？人人都是关公，所以到处都在拜关公，也就是这个道理而已。我们下一次要从尊卦说起，因为一切都是万事起头难，你没有生你就没有存，要先生你才能存，你生都不生你还存什么东西？你一毛钱都没有，你去存款存什么？先赚点钱叫做生财有道，然后才能存款生利息。所以尊卦是一切的开始，就是天地变化，开始就是面临生生不息的生。